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做的是特别的晚餐，就是 sushi，第一次做的哦，给观众看。然后记得按赞订阅，我外林来比度 channel 在 YouTube，叮叮叮，爱你们哦。现在要有的材料就是青瓜，切了的。一般的青瓜，然后 carrot 一点点，要做 sushi 一定要有这个 sushi 的 mat，这样子，然后还有 sushi 的包 sushi nori 这个，我买的是这个，里面有10片，但是我会做2片就够了，因为2个人吃能力。包包，给你们看。OK，首先我会弄这个先，上柱先。那个 mat 上柱先，然后这个我已经做了 sushi 的饭，very good yummy，so yummy，放看到吗？那个饭，啊，那个饭，那个饭。很香，很有那个醋的味道，yummy，很美味哦。那我是看到我家里有什么，然后我做。然后如果你们家里有那个sesame 啊，白色的，然后你们可以撒在那个饭。首先，我会煎那个蛋先。反正 Facebook 你们可以去 follow 王来宾。一点油，然后放那个蛋下去，两粒蛋。只弄了，等下可以放那个跟 sushi 一起包。那个米是要用日本米，还好吃。我已经包了，然后等下我会开给你们看。失败，我的 sushi 已经做好了，简单，你们可以在家里做。但是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王怀丽来帝都前的 YouTube，已经开了，可以切了。第一次我做的，所以不是还 OK 没？sushi 2个已经包好了，然后这个是已经切了，成功了。耶耶，我的 sushi 很好吃，很美味。我的 sushi 已经切了，给你们看观众，你们是不是想要吃啊？想要吃，你们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。改天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认识的话，认识我。然后我会请你们吃 sushi，这边也是2条了的，我切了，这样子，一块一块，很美味，是一个很健康的美食。拜拜。
大家。